咱们终于有两个本人了啊，也是有这样的人了啊。老婆啊，我们的房子今天可以领房产证了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哦，终于可以领了。那个之前我们不是领了一个，那个车位的房产证吗？嗯，那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呢，今天可以领了。我要去拿这个购房合同，还有发票，还有就是银行卡，要去那边，还有钱退的，还有钱退？啊，不是，他是之前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收了那两千块是干嘛用的，就买房的时候他收了我们两千块嘛，好像听说是什么押金还是什么，反正今天去领房产证了，他就要把钱退给我，那我也要拿银行卡过去，好像身份证也要带吧，要，肯定要的，那我现在就去把那个房产证领回来啊，你先忙，好，你先加家煮饭，我们做庆功宴，好，做庆功宴是不是？还是怎么着了？到了。小六姐，你要小，这个啥？还要啥东西？这个是健康的。拿到了啊，终于拿到了，谢谢啊，好，回去了，我回来了，拿到了，这么快啊，很快的，我先放好这个，放好这东西先，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两个房产证了，两个房产证，那车位那里不是前面不是领了一个吗？我看看这个账，我看看这个是我们这套房的房产证。我觉得今天给我领到证的话，也是给我一个惊喜，我的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，挺开心的啊！咱们终于有两个。本人了啊，也是有这样的人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那个贷款还没有还完，你知道吧？我以前一直都以为说那个，房产证要压在银行，等我们贷款全部交完才能领呢。我也是啊。我以前一直都以为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说，虽然说这个证是拿到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十几年的贷款没还清哦。我们这套房子的话，总共是贷15年。当时的话贷的是50多万，但现在每个月月供5000多，还有十几年呢没交清，虽然正式拿到手了，跟到手呢还要供，不过挺开心的，确实是给我一个特殊的一个生日礼物啊，那你不祝贺一下？招财，小钱，招财，还有呢？我等你说四个字。生日快乐！哎，对，谢谢啊！哎，开心吗？好，我们加上去。你不说祝爸爸生日快乐？
那你没说，那你要说啊，你不说啊，你不说、啊，你不说啊，不管他了啊，那个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下一个视频再见。